起嚟嘅，咁佢要喺个 poodle 啦，同埋今年七岁。咁我点解揾到佢咧？有一次啊，一个宠物店，咁佢就喺度啦。咁我见到喂，得冇呢只鱼啊！我当时又谂话，我一定带佢翻屋企。咁跟住咧，佢咧就我喺我靠近嗰阵时咧，咁喺个 baby 咧，我就望咗身体，哎，病，即系话我听，即系好强力话我，等我翻去啦，唔舒服，而家有病症。我屋企其实我仔仔，我自爱嘅仔仔，咁佢有好多好嗜好啦，中意爬岩石啦，中意游水啦，同埋佢又好中意啊 party 嘅喎。咁有一次咧，又我带佢去呢个酒店度波，咁去到嗰阵时咧，系冇谂过原来咧系所有嘅人嚟到咧。我去 Facebook 影相，全部都系我带佢影相，佢变成全场最受欢迎嘅人物，所以咧之后咧有好多 party 啊，同埋嗰啲聚会啊，我哋嘅，咁好多啲兄弟啊，而家都邀请佢一齐出席啦。所以呢佢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是上帝赐给我的一个最好的礼物，所以我们这里开始跟大家说拜拜，谢谢，好。